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这一个我们搞不清楚，校订本里面是哪一个了？我们先按照规则来，把它调整为 J 的音啊。好，所以这一句就是那一些妄分别。从对不对？从具有的种种之种种的是吗？啊，种种是 vichitra 是吗？种种的 vichitra 是吗？哈，所以它整句就是妄分别是从具有知所知所说能说说者业作具作贫不往贯车色受男女得不得苦乐名生恶称非难称养等等之相之。种种的细论生，是吗？蛮长的，好，所以这一句 OK 吗？先把这要补充，没有，哪一个？啊，不要知是吗？那我们要表达数个。实相的种种细论啊，好，好，到这边有没有问题？没有，好，那接着就是十二支缘起了，名色缘六入是吗？六是哪一个字啊？厉害。那个萨达亚坦塔塔南是吗？啊，厉害！来麦克风，这个啊没差别哈，应该是萨的是吗？还是萨达六安亚？安亚他呢？认识一下这一些字，是安亚他。是吗？啊，安亚他呢？处嘛，啊 ，resting place。那萨的呢？是三的啊，六嘛啊，哎，在康帕应该是萨斯嘛，还是萨达？没有萨达，six 了啊，那就是六的意思嘛 ，six time， 好，所以它应该是 sada 嘛 ，ayatana 啊，六处，六处，然后呢 ，nama。名色嘛 ，nama rupa， 帕提提亚，那这个是什么复合词？
Nama Rupa 是什么混合词？香味、名跟色嘛，是吗？那它跟 Pratyaya 呢？它跟 Pratyaya 持业是嘛，就是名色是缘嘛，对不对？即是缘嘛，啊、哦，那整个呢？有才嘛，就是对，它是具有这样的一个特质的嘛，啊、哦，就是以名色为缘的，对吗？啊、哦，就是六入，就名色。香味，香味是就是名跟色嘛，名是精神的，色是物质的，对吗？啊，它跟 Pratyaya 就是持业识，然后这个六入为缘有什么？有这个触是吗？这个 Spasa 是什么词啊？Spasha， 哎 ，Spasha 是吗 ？Spasha， 它轻是吗？那它是阳性质，就是触，就是接触了，是吗？啊，接触。好 ，sparsha， 然后呢，以触为缘 ，sparsha pratitya vedana 受嘛。那受是阴性词，对不对？啊、哦，为那个以触为缘有受，哎，就是受是以触为缘的、哦、然后呢 ，Vedana 后面这个 Trishna 是吗？啊、哦、，Trishna 什么意思？爱嘛，啊、哦，佛经都翻成爱，那它其实。他英文给的是什么？渴嘛，对不对？所以好像有时候会翻成可爱是吗？不是 cute， 可爱有没有？佛经有这样翻吗？露爱是吗？就是你很渴的时候想要喝水的那种欲望是吗？所以有时候去了解这个梵语词义对我们也有一些帮助了，是吗？那我很渴，大家有没有很渴的时候没水喝，会抓狂那一种经验？看到水就冲过去那一种？没有，我小时候有一次没有水喝，就很想要喝水，那就可以体会到什么叫爱取有的爱。很想要得到那一个东西，那是很强烈的，很强烈的，可爱然后也这个也是阴性的，然后爱呢，爱为缘而有取，对不对？乌帕达那是吗？啊 ，Vedana 是吗？看一下 Vedana。Vedana 是怎么来的呢？它如果是中性词，就是知识了。但是呢，它如果是阴性词，它有这一些。
哎，它有 feeling 也可以是中性的啊、哦，是吗？是吗？大家有没有印象，在早期的佛经啊，五蕴的受，它经常翻成痛的，大家知道吗？然后哪一个是痒啊？啊，触是吗？痛痒，我今天一时也找不到那个例子了。早期的佛经是有把受翻成痛的哦，那这种感受它也可以是这一个中性。我们看一下。Vedana， 巴利语它是给什么姓 ？Vedana， 受嘛，阴性词。那 Vedana 呢？痒是想嘛，啊，心痒痒的嘛，啊。啊、反正 Vedana 它在梵语基本它的意思就是痛嘛，哈、哦，是一种感受嘛，哈、哦，比较是痛的那样的一个主要的用在一般的一个语言当中啊、哦，讲到 Vedana 大概就是跟痛有关的了、哦、那佛教它采用了这个阴性词。看一下 adjective， 痛痒是吗？是一个词啊，不痛不痒。Vedana，really not。很少是短音的了啊 ，Pali only na 啊，然后 feeling 嘛啊，那他这边有给词性吗？没有，都是，他这边没有给词性的啊 ，as Pali three， 那应该就是。跟巴利一样，它是阴性词啊、哦。好，那这个字呢，是从 vit 来的。vit，vedana， 它是从 vit。vit 什么意思？知道吗 ？Vid， 不知道吗 ？Veda 知道吗？吠陀 ，Veda 吠陀吗？吠陀是跟知识有关的，所以这个是从 Vid 再加上阿玛来的，所以它基本上它有阴性，阿玛是变成阴性名词的。那他也有可以加，好像阿那他变最后一个阿变成阿，就变阴性啊。那这一个是加阿，他这一个也是从 vid 来的啊 ，veda 吠陀，那加上阿啊，所以他都要 guna 嘛 ，i 的 guna 是 a 是吗？是意，这是 vrihi 是吗 ？idguna 是什么 ？vrihi 变 i 嘛，哈、哦、，OK， 所以应该是经过 guna，、哦、就是变成 vedana， 再变成阴性 vedana。Veda， 这个是中性，然后再
把后面那个母音变长音，就是阴性。OK， 一般加 A 的它会是阳性，可以吗？它有一个规则了。好，那 Drishna 是从哪里来的呢？把它好多点点啊 ，Drishna， 帕利是贪哈啊，贪哈，它是中性，不是 ，Sanskrit craving 啊，它是帕利 craving。他是从哪一个词根来的呢？不知道。他大概都是跟 drish 有关系了 ，drish。prefix。这个是 adjective 它就不一定会有。好 ，drishyana 是吗？是吗？哈 ，drish。有 drish。有 three 这一个字根是吗？对，再加那个大写的 three。three， 它什么意思？口渴是吗 ？Thirsty。To be thirsty, thirst. 所以它的字根就是 drish， 那加哪的吗？它是加哪来的吗？有加哪这一个字尾吗？哎 ，Grandma Whitney， 你看一下啊。有吗？应该是有了，没有哎、欸，是哪啊？它是死哪？有了。1177哦，啊，一哪哪也有了啊，所以1177我们看一下，所以它有好多个，来，立恒帮我们翻译一下，有没有？等一下。来，那作为 suffix 的使用，来equivalent to lows， 来成立的话，它跟塔字规则是吗？certain rules participle informing， 就是 形成嘛 ，informing from certain roots participles equivalent to those in 它，就它的一个过程是这样子嘛 ，with sense of a main number general adjective and nouns of various gender feminine in noun，OK。
Ushna 是吗？啊 ，Shuna， 啊 ，Ushna hot， 啊，等等。好，所以也有加那的了，也有加那，这个鱼尾变成一个，它有可能是形容词或是名词了，啊。Trishna， feminine 是吗？然后呢 ？Trishna， 对呀 ，thirst， OK， 好。所以它是从 drish 来的，那一撇什么意思？重音的 accent， 好，大概了解一下，那再来就是要看这一段，来，先生法师，换你了，这一段，在毕竟空，我们是不是要谈这一个是吗？对对对，主持是哪一个？主持是哪一个？Prapancha是吗？是吗？这个是主持 Prapancha， 然后呢？那个 Lokika 是什么词？形容它也是阻隔吗？还有吗？还有那个阿雅，阿雅也是吗？他是加，再加上阿雅，那为什么又有一个沙呢？有没有规则在谈这一个？就是傻再加上阿阳有吗？他的中性是什么？傻是他的吗？然后有没有阿阳呢？应该有他的是在强调。是一旦查一旦，他有再加上傻之类的用法，有吗？傻。With yet tat 是吗？Hardly to point out anything more distinctly and emphatically 是吗？什么意思？This speech here.Following， 他也有啊 ，so I am 啊，就是在这边的这一件事，这一个东西了啊，是吗？
这边有一点把它当戏了，是吗？某一个东西把它当戏了，这是什么意思 ？More distinctly， and 这个什么意思？强调的啦，哈，就是它大概就是表强调了哈。在此的哈，就是在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一个在此的这个啊 ，here 嘛啊，反正它就是一种表强调的一种用法了，表强调，那它都是主词了啊，都这一些强调用红色了。那它都是绿。主词好，这个世俗的戏论怎么样？世俗的戏论被仔细，这一个是吗？你入 diate， 这第几类动词？第七类嘛，哈。这个啊，被子息了啊，世俗的戏论被子息。OK， 然后其他的呢？那是一个条件状态的那个Shati 是什么？是那个 Sati 啊，他没有学 Sati 啊，来 Sati 也是一个现代分词啊，就表示在这种状况之下，啊，什么什么时候 ？OK， 然后呢？那个条件句之前就当。所以它是那个 locative absolute 是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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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两个那个 locative 嘛，哈，当什么时候？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是吗？然后它有因果的一个。还记得吗？这个是 locative， sat， 它是这个 as 的，这个没有 sat participle， 的 present participle， 解析一下 ，sat 呢，它是 as 的 the present participle of us。那它的 locative 呢 ？sati 呢？就是 locative of sat， 可以吗？这样就清楚了啦啊。sat 它是 present participle。Sati 可以了 ，OK 吗？厉害吗？怎么样？这个 locative 它不是其中它的结构的条件是要是分词，不是吗？其中一个。对 ，Sati 是分词。Sati 是 present participle。
Sati 是 locative of sat， 那 sat 是 present participle of us， 可以吗？这关系连得起来吗？就是 sat 它是一个分词，那它的 locative 就是 sati， 要不要查一下表格？就是子音结尾加一这个音，它是 locative。所以它是 locative 啦。如果它表格是在第41页，因为它是专门给分词。OK， 41页，看一下。41。到了吗？还没，这边，那它应该是中性、阳性都一样，这个是阳性的了 ，masculine， locative 加 e 的这个音 locative， 中性也是吗 ？neuter 也是加 e， 有没有啊？Nayat，Nayati， 有没有好 ？Locative 啊，所以就是当这个时候，西论就被仔细，因为嘛，哈，因为可以这样理解嘛，啊，应该是 Sava Swapava Sunyata 是吗？这个是一切自心空心净，一切自那叫自由，自心。Dashane 是吗？啊 ，Dashane 是就见到见到一切自心空心见。空性嘛，对不对？所以 darshane 是一个动作带动作的一个名词嘛，啊、哦、，seeing 是吗 ？seeing 嘛，啊、哦，那它其实是从这个。从那个 dreesh 是吗？dreesh 是吗？再加上阿那是吗？所以它应该是中性了，是吗？对。seeing。它已经名词化了，名词化。所以当见空性嘛，那这个语词怎么理解呢？斯瓦帕瓦自信空是吗？自相空是这一个字，应该是 lakshana， 相是 lakshana 是吧？自性空，所以他这边是见自性空嘛 ，svabhava sunyata， 自性空性是吗？那是自性。不存在还是空性，就是一切法的本质。这边很难说呢，
因为他到底一般中论他的自信是被否定的了、哦、那他有没有那一种圣意的这一个、哦、听得懂吗？自信就是 nature 嘛、哦、nature 就是自在般若经、啊、我们先讲般若经，我不晓得中论有没有这种自信，有两种。一个就是这个实有是吗？自有是吗？恒有是吗？然后大概是不依他这样的一种自信，这是要被否定的嘛？是吗？啊，对吗？啊。这一种自信是长恒独一嘛，是吗？就一般就是长恒独一，是吗？不依他独一嘛，自信怎么样呢？长恒有不一样的，那种一般是一样的了。长有啊，有不？长跟恒是不一样的，但是一般它没有差别了。我们今天不是在谈有部 的这一些道教理了，它的一个 philosophy 啊，长恒独一嘛，是吗？一般就是长独一嘛。还有什么？十是吗？所以这个自信就是 要被否定的，没有这样的一种存在的一个法，对不对？但是呢，般若经导师的书里面，他说自信空呢，这个自信。他早期的啦，哦，这个比较早期的自性空就是本来自性就是本来法尔如是，自性就是法尔如是，本来如此的意思。一般我们比较用比较法尔如是嘛，哦，本来如此。是吗？那这个自信就是法尔如是，本来如此的意思。这是般若经 主要的了，法尔如是，本来如此。所以空性是法尔如是，本来如此，这就是自性空，听得懂吗？国生法师听得懂，可以了。所以这边自性不是要被否定了，它就是一个实相，是吗？啊，法性，它就是这样子。那如果是这一个理解呢？自性空性就是一切法的一个状态嘛，对不对？懂意思吗？一切法的自性就是空性，就一切法的一个本质了。哦，这个自性比较像是本质，是吗？哦，本来的一个面目，不要乱用。呵呵，禅宗的本来面目。所以这边他叫你看本来面目，是叫你去看空性，不是你本来长什么样子。哦，所以现在你去了解这些，你可以了解那些古德他们用这些语词，他见本来面目为什么可以解脱，就是见空性。哦，
你可以理解他们，假设他们真的开悟的话，那个本来面目就是空性 的一个内涵的嘛，是吗？就本来如此嘛，本来的一个样子，本来一个本来的状态嘛。好，所以学这些教理也可以理解禅宗的一些教学也还不错了。如果我们用一种比较理解的一个角度去理解他们，假设他们讲的确实他们也是跟印度的这一些，虽然教学的语言不太一样，但是假设他们同样都是悟的真理，那应该他讲的就是这一件事情才能够一致。那也讲得到嘛，本来面目嘛，本来的样子嘛，空性。那如果是这一个来，古松老师，这一个意识，自信空，自信跟空是什么关系？什么样的复合词？什么事？赶快！自信就是空嘛，那是什么复合词？空就是一切法，实也是啊，可以了啊。那如果是自信是这种实有、常有不一，它这种要被否定的呢？那它这一种又是什么？那这样的一个自信空。自信空，就是其实就是自信空性嘛，它就是空如自信，是吗？空无自信嘛，自信空就是空无自信的意思，对不对？今天 也算有收获了，了解自信空有两种，是吗？中论讲自信空基本上就是空无自信，只是说要再去理解有没有别的意思了。所以我们一般就 empty、emptiness 是吗？还用 off 吗？是吗 ？emptiness of 没有什么东西，就是 emptiness of something 是吗？是不是厉害？如果没 emptiness of something 这一句话 ，he realized the emptiness of his statement 什么意思？没有东西嘛，没有意义，没意义嘛，meaningless。那如果是 having no value purpose， emptiness nothing， emptiness of space 是吗？什么意思？是没有的意思。就是 space 里面空无东西，是吗？是吗？还是有一个东西里面没有，是吗？瓶子 emptiness of jar 是吗？空瓶嘛，是吗？是吗？有没有的那个意思？没有。这个是没有嘛？就是空间中没有。没有东西嘛，还是没有空间？没有
有空间，是吗？那 empty， 若是 empty of 呢？ The room was empty of furniture。那什么东西是没有的？没有家具。没有家具嘛，哦，但是 room 是有，对不对？那我们是没有什么自信啊。它应该若英文是 empty of intrinsic nature。intrinsic， 大部分都是 intrinsic nature， 就是没有这一种，这个就是自信要被否定的了。可以吗？哦，那这一种是什么事啊？空无自信，我们看一下 the adjective 有没有 svabhava sunyata 是吗？吧，哈吧，虚拟的，没有，是吧？哈吧，是吗？那他没有再加虚拟的了，好。反正他基本上他应该跟这一组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了，可以吗？就英文的表达是不一样。秀香要补充，阿西切法，对，一切法的本质是空性，这个本质就是自信空性，那这个自信空就是空无自信的意思，自信要被否定的 empty of intrinsic。 所以它比较像是什么呢？那比较像一组式的啦，至少它应该是比较像一组式的一个理解了，可以吗？好，所以来，你要哪一个？这边的自信空，你要哪一个？这边如果是在毕竟空当中，他应该见到是这一个，比较像是，是吗？哈，在自信毕竟空当中，他见到是这一个嘛？哈，两个都可以了，就看你怎么理解。你确实也是看到，这也是真实实相的嘛？哈。理解字也不一样，没有，但是他在这样的状态没有细论的般若现前，你见到的是真理，是吗？实相啊，所以是比较像是啊，因为你在观一切法不可得，他应该是在还是观行的状态，就看你要这边是。因为他是在已经止息，其实你已经见真理，你才会止息。当见真理的时候，你就止息。那到底这个真理是一种
这一种所谓的空的涅槃意呢，还是虚妄意呢？这都可以解释的。同意你看到它的如幻如化，确实也可以仔细细论，就看你把它当作是在观的过程当中，它是观的一个结果。那当他见到一切法，可能他在往后面看了，往后面看，所以他应该什么？当什么？当见到一切真心空性的时候，但是前面还有个条件，就是不是他的正当见见一切。应该是法的空自性，是吗？这个世俗的前面还有一个 Niravashesha 是吗？Shunyataya，它也是 locative 所以它是比较像是在这种状态状况下，在毕竟空心的状况之中，与彼中是吗？在这个这样的一个情况，见一切法自性空实是吗？那细论被止息，也是因为见自性空，因此细论被止息，对不对啊？所以它是在毕竟空的状态是吗？所以他应该是见真理了，与毕竟空中，我们再往下看，看到底这个自性空什么意思。所以这边大家要记得，自性空有两种解释了，在中论主要是这一个空无自性的意思。那般若经它比较在谈一切法的本质，就是涅槃，不生不灭，本来即净这样的一个意思啊。所以你把中文那一个意思套在般若经，你读不懂的，因为它不是要这样子来表示啊。你会变成没有涅槃，但涅槃也不可得啊。就是你整个那一种文艺会，你会觉得很错乱。所以要知道，空有二义啊，虚妄义跟涅槃的别名啊，可以吗？好，先到这边啊。那般若经那一个下礼拜再还有呢。后面为什么当执取事物的时候，就有前述的细论？所以这时候是没有执取了嘛？这是下星期的作业。这是下星期的作业已经透露出来了。好，本来是要出两段，然后因为要改般若经，这一段就拿掉了。好，那至少今天还一点点收获。自性空有两种解释了。好，还有没有问题？罗山老师，立恒有吗？下次再提哈。秀香同学，好。那我们今天先到这边了。好，下课。
谢谢大家。